一年一度海洋音乐季登场，而这也是消防救难人员最忙碌的时刻。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在今年添加了改良设备，这比以往更轻便，更容易携带。这抛出物呢，也能够重复使用，让成本大大降低。反季扣绳索抛出百米之外，最新改良救援器材让一年一度共聊海洋音乐季海上安全大大提升。海浪一波波打上来，海边民众随着音乐越晚气氛越嗨，但一旁消防人员可闲不下来，救难团队绷紧神经，就怕意外发生，做好万全防护。五年来意外件数挂零，归功于良好救难设备。器材不断推陈出新，枪杆外形让救难人员更容易使用。网枪射程八米，抛绳枪110米，救生圈60米。这个就是进气嘴，那有水进去了以后，它进水进去以后，它就会把这个气瓶刺破，那刺破了它就会自动充气。以往救援设备使用后得重新打气，抛出物也不可回收，一次成本就要6到10万元。但现在只要简单更换气瓶，抛出物还可重复使用，成本剩下20元。器材重量也从6公斤降到1.5公斤，轻便容易携带。如果是在水急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带了这支枪呢，你是不是要游过去？好，还是说用人工来抛绳，还是抛救生衣的话？会比较吃力。先进救援设备提升抢救效率，希望让海季意外降到最低。记者刘世伟、温思安新北市报道。